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539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热门商品 MG 推出的三变漂移。那目前的话呢，因为拿到是一个测评件，我没有任何的包装信息可以给各位做一个分享，甚至我连它的规避版权然后取了个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那拿到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车形态作为一个包装，那还有一些小配件。那配件的话呢，除了这个导弹造型的部件我没有安装上去之外，它的大刀、小刀、这个小型的这个武器，还有就是后照镜，车子形态下的后照镜，要自行安装。然后这是它的人形状态，我已经把它从车子变成人形。然后有没有完全变形到位呢？应该有吧。我是比较担心腿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去翻折到啊，因为腿的造型呢比较破碎，从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啊，是相当相当的复杂的。手部的变形其实也很复杂，只是说手部的造型看起来比较利落。那各位也可以看得到，它的身形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它的一个腰身啊，这个腰简直是好看到一个不行。胸口这个部件，一个日式这种板甲圆弧形啊，做得非常漂亮。进气口，布加迪的车型的这个进气口啊，当然这是一个假胸了啊。然后腰身呢、也是有转动，手臂平举啊，二头肌的转动啊，手肘的转动都是有。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凸要扣进去啊。那这是我目前把玩的时候呢，在掰动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去掉。去松脱掉的。那各位看得出来，由于身形比例优雅好看的关系，所以几乎呢你怎么摆呢，它的动作都是非常好看，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背部，然后细节的刻画其实细节的刻画呢不算非常非常精细，但是涂装来讲就是好看。然后这里的话呢，为了追求还原度啊，待会在变形的过程中呢，各位就会知道它这里许多部件的推移啊是远远超过我们能想象的啊。那甚至在这款漂移推出之前的话呢我真的是很难去想象说它真的有人把它的三变形态给做出来了尽管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直升机的形态呢是比较差强人意，但是它确实在电影里头的直升机造型也就那样了。那最精彩的呢，可能还是它这个眼部的一个涂装，不对，应该说面部的一个头雕了你可以看到几个角度来看可以说非常的好看特别是这个眼珠子，它这刻画是非常好的，蓝色的眼珠。那我看到蓝色眼珠，我只有一句台词：哦，怎么不是变成大车啊，对不对？那看到这个钢索变成大暴龙的时候呢，还是一脸非常淡定的说出了这句话。然后它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它这个头啊，头其实里面的话呢是一个这个角度应该看得很清楚啦，它其实是一个细杆子去把它做连接的，头可以往前面低一点抬高都没有问题，这个提供它很好的一个可动度。那由于它背后的话呢是有这个脖子上面有一个甲轴，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推呢它能够推得比较漂亮，勉强这里能够拼得起来推得漂亮的话呢侧边这里的话呢，我总觉得角度呢我没有办法推得很好看稍微有点小可惜了。然后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是手部的中间的话呢是有一个插孔可以插进去。那两手的武器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两手的武器其实不一样，这里是有凸，但这个没有我觉得这个武器是固定的，这只手只能拿这个武器，你换手拿的话呢，这个孔呢好像扣不上去会导致于说呢我们在这个握持的时候呢是会出问题的。那武器的话呢，如果不搭载在这个手上的时候呢，就是靠了这个上面有个凸我们就可以扣在侧边这里稍微的去把它给按一下扣一下又可以把它给扣在背上了从后面看可能稍微有点怪吧，但从正面来看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多一把武器而已。那手指的话呢，只有拇指是一个球形关节的根部，然后这里多了一处关节可以折。那我的感觉吧，它这个拇指比较容易喷溅比较容易喷溅。然后手指的话呢，其他四指共用一个关节，然后这里中间呢可以再折一个角度可以给自己比一个赞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腰的话呢，很漂亮的腰身，左右转动之外我们还可以往前面稍微的去推一点点。但是呢，我这款感觉比较紧，虽然紧归紧，但是我总觉得呢
再推个几次呢，可能它就松了啊。这个第三方的玩具有时候胶就是这样子啊，初次把玩比较紧实，但之后几次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去松掉。那脚的侧踢啊，其实它的一个主要是，护甲的部分比较多，干涉伤是比较大一点。但是我相信也没有几个人真的会想把它狠狠的一个，摆出多夸张的动作啦。这个其实大家还是，在把玩的过程中的话呢，应该你都自己去。会去感受到说这款玩具的承受力度到底是有多少。其实它身上并没有特别脆弱的部件，可是呢，因为零件实在是太多了啊。那我这一款的话呢，这一侧的脚呢还好，这一边我觉得偏松啊，就是感觉就比较容易去一个这个脚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去松开的感觉。那这个接地性的话呢很好，但是呢脚后跟不够大，然后背包的话呢。虽然没什么背包啊，但是因为这个脚后的延伸实在是太少了，我觉得有时候往后倒的一个可能还是有的。但是这个人形的一个身形比例啊，然后可动度都是非常赞的，摆起 pose 来讲都是非常的漂亮。那我的话呢，做几个简单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对比好了啊，那我先把它给维持一个站正的一个状态。那今帅归帅啊，帅的玩具有时候就是你会把玩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点。那我先拿一个比它高大一点的家伙，这个 MPM 12的一个 Optimus Prime。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款玩具的身高大概是这么大。然后拿一个也是官方的一个日系的人物锋刃吧，我们把它稍微靠在一起。哎，你会发现这个小鸟依人的样子，感觉好像也还搭了起来，啊，当然这个比例的部分的话呢，我相信喜欢这个玩具的人不会很刻意去在乎这个的。那这个玩具它主要是填补了官方的之前的许多漂移啊，我先讲一下，这个绝对是我最喜欢的漂移，绝对是最帅的漂移，瞬间就变形完成，瞬间又变形成车子，这绝对是最帅，但是它很可惜它不能3遍，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一集我顺便推一下我这个珍贵的收藏品，对不对？这个瞬间秒变完成的漂移啊，然后经过若干年之后呢，终于有一款这非常讲究精致造型的漂移诞生了。那么大家呢可能比较关心这个产品，所以在变形之前的话呢，我先。以车辆的形态来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先给大家建构一个基本的变形的思路，待会再做细部的操作。它的变形呢，其实也不算很难记，整个大架构呢是非常容易理解，但是细部的操作呢比较困难，因为它的关节零件实在太多了，有一些部分的调整呢需要做一些比较高专注度的。我们先看一下车头、车尾，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人物的手在后面，也就是说呢，人物的手呢会塞到车尾巴，而他的手臂的话呢，这只胳膊的话呢是这样子过来，到这边，另外一只胳膊呢则是从外面包覆过去，所以他的两手是不对称的变形的。再来他的腿，你也可以看到腿的部分，两侧变形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这边这只腿的话呢，这两只脚尖。是不折进去的，但这一边的话呢，必须要折进去。然后两个大腿在这里，就是在引擎盖的正下方。它的腿的话呢，是这样子延伸过来上去的。车子的两侧是它的腿，手则是在车尾巴，头部呢会在正中央。然后呢，人形的身体的话呢，就打散变成了车顶盖，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车包人的变形过程。那简单的概述完它的变形思路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它的变形过程。那原则上呢，会从背部解开变成车顶，再来手臂放到车的尾部，最后我们再来变这个车子的侧边。然后呢，在这个形态下，我再特别提几个点好了。手部的变形呢，其实比较。要特别说一下，因为等一下塞到里面之后就不好解释，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就不厌其烦的再多说几下。手部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结合点，有两个点是在这里，这边有一个凸啊，对应边有一个一样的，这两个还有一个在哪呢？在这里，这个呢也是等一下会注意到这里，还有一处在哪？在
翻开这个手甲之后，在内侧，这个手甲这个地方翻开来，内侧这个凸也很重要啊，先翻出来没关系啊，各位知道一下啊这几个点，因为等一下真的不好说明。那我们先把它的头呢给往前面推一点点，腾出空间，让我们翻这两片它的一个肩部的这个说脖子后面的甲胄。那脖子后面这个甲胄的话呢，这两侧啊是球形关节，这两个部件是球形关节，有时候在变形过程中是容易可能会掉下来的。我们先把手这个地方给往前面解开一下，方便我们把这个抠出来。这个头啊，就是其实是变形的时候稍稍有点干涉啊。我们先把这个肩背后的这个脖子这个部分把它给抠出来。好，抠出来到这边，然后呢旋转的这块部件呢完全的先不要去管它，因为它是最后变形才会用得到它。因为怎么说，这两片部件跟车子的本体没有结合卡扣，它是最后才挂上去的。那这里在这里的变形呢，因为大家可能会尽量想知道它的结构，所以我会讲慢一点，那也不要嫌我啰嗦。有人说我变形很啰嗦，我也不想把它剪得很快啊，剪得很快你不一定看得懂。你看到这里不是有根钉子有个滑槽吗，这个变成人的时候呢，滑槽呢是把这个部件往下顶到底，变成车的时候是要往上推。但是呢在变成车之前，我们要先把这个背包这块给处理好。怎么做呢？这里有个倒钩啊，我这样一弄已经解开，整个翻上去，整个都给翻上来。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把它给往上翻了哦。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把它给往上翻，因为待会呢我们这块部件会整个往上提，提过来之后呢，你这块部件呢就翻不上来了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些战损，这个就是我在摸索变形的时候呢去发生到的，那就是那个锁那个这个推移啊没有把它给推上来。好，先到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把它给推上来了，到这里，然后下面这两个部件很简单，顺势往上推就行了，这个倒钩推进来到这边，然后呢把这一块部件往前面，我们这样看你就知道了，推到这边，这个地方整个的往下面盖下去，车尾巴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地方有个缝，这里有个缝，这个缝呢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把这一块部件，我们先把后面整个先给解开好了，这样你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这里啊挑出来的时候呢非常的紧，因为它有两个凸呢去扎到这个前面的部件里头去，就这两块，而这两块扎进去啊很紧。然后呢整个部件从这个地方，这里有个部件挑开，这里啊先把它给，我个人感觉是先翻出来比较安全，这一块两侧好翻出来一点点，然后整个部件的话呢就可以往前面再翻一些，就可以继续的把它解锁开来。然后呢这个引擎盖翻出来，内部这里变形很简单，推出去翻转180度，这里一样推出来翻转180度，这块部件呢转这个方向只能转这边啦，你转另外一侧一定转不动，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个挡块挡住，一定转不动。到这里好，那这个时候车顶盖的话呢还会有一个障碍出现，这块部件你会翻不下去，翻不下去嘛，翻不下去，因为这个部件跟这里挡到了，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挡块要往上提上来。那你看看这里，我往上提上来之后呢就可以这一块跟这一块可以密合在一起，这里跟这里距离也就拉开，它就可以翻下去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一块部件必须在这个部件往上推之前就先推到这里啊，这个顺序你就大概知道一下。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看比较清楚，看到没有，这里不是有根这个铆钉这里吗，我们把整个这个部件往上面，这里看到吗，但是这块部件记得哦要先下来哦，把它给往上推上去，好往上，往上推，我是哪里卡住了是不是啊啊，往上推，这块部件推的不够进来，好推进来一点，然后把它看到没有，这里铆钉在这边，我们现在把它整个往上推，哎推上去了，往上推上去，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可以从后面看得到，这里就密合了，然后这整个车顶盖就可以翻下来，整个车子顶部呢就在面，接下来的话呢是把这个胳膊呢收到车尾，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记住步骤的话呢，也不是很困难呐、啊。先把头上这个头冠按下去，然后透过这里的多重关节推下来。从侧边给各位看一下啊，就是一个大头碰到小头的一个形象。先到这里，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地方这个锁扣给解开，这里有个锁扣解开，然后呢，先把这个部分呢，这里先拆成前后180度，然后我们把整个透过这个双重关节把它整个给转下来，转到下方之后的话呢，再利用这个旋转关节转到这里来。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你要保持住它这个地方不是有球形关节这个开口吗，你要能够确保这个开口是能够朝上的，我们这个手呢才能够往上折。往上折的时候呢，我们先把后面整个先变完好了。我们刚刚有提过了哦，我们现在是要把它的这个手臂的这一块凸去扣到这个洞里头，所以你就转动一个方向，你这个手平常怎么转我不知道，反正你就是要把它转到这个凸，要扣进这个洞里头。然后手掌的话呢是整个打平，然后四指朝这一侧，拇指单纯朝这一侧。好，到这边，那你这个时候呢必须把这一块部件跟这里再扣回去，先把它扣回去。我给各位讲解一下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到这边，好，那我们先把它的这一块，这样你这样整个是可以挪动的，就是把这一块凸去扣到这个洞啊，能不能扣到，能不能扣进去，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呢它有一个感觉，你大概可以感觉它卡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只要卡进去呢，你再把握一个原则，就这一块有，这里有块凸，这一块凸在这里里头那个中心卡进去，这样这只胳膊呢就算变形完成了啊。然后换另外一只手的话呢，一样的，先从这个地方解开，这里一样先旋转开，一定要是错开的，然后呢把它整个部件给转下来。那你记得转下来之后，我要确保它的这个球形关节的开口处是朝上。好，我们先这个样子把它给整个转下来。好的，到这边，然后整个你要记得啊，这一块部件要整个是要推进去的，整个是要推进去的。然后呢躲开我们的这，躲开我们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刚指头我要放这个样子的吧啊，应该能够理解了。但是呢这个把它给放进来呢，也不是说，就是稍微你要熟练一下，因为它这个关节推移啊是比较紧的。然后到这边，这里再次的把它给扣回去，这里就是刚刚我们手臂胳膊把它拆开之后呢，旋转180度之后，另外一边再扣回去而已，到这里。然后呢你就保持住，你看这边这个凸一样又在外面了，对面有一个，这个跟车轮结合的。然后呢手这个地方你要翻转，这个翻转这个地方，翻转这里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有一块凸在这里，这里的话有一个弹簧，它可以呢有这个空间把它给放进去。拳头的话呢就是收拾一下，把它往内折一点，到这边你看到没有，它就自动去收纳进去了。甚至于然后这里啊，这里就刚刚我提到的这只手的一个重要一个凸，它这个凸要扣进去里面，银色里面是有一个洞的啊，但是现在已经很难给各位做展示了，各位能够明白就行了。那我们就是把它往内推啊，推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这个手臂的各个关节呢都非常非常的紧实，导致于说呢你要很用力啊去能够才能够把它给整个给扣进去。好，整个的话呢把它给压好，然后里头那个凸记得把它给扣进去。这个手臂的话呢稍微做个调整，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胳膊的话呢就算是完全的收纳到车尾。那么现在这个有脚的半机器人，我们接着呢把它的下半身给变形完成。处理双腿之前，先把它的原本这个屁股这个地方从这里拉出来就可以了。拉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呢往前面推一个小小角度，然后呢前面的这个车头盖可以放下来，你就可以跟这一块部件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合。这样一来的话呢，车子的形态呢就更加的明显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它的一个两腿部分的一个变形。腿的话呢，我们先把另外一边呢先变形完成好了，这样各位看的话呢也不会那么累了啊。那另外两侧的变形呢几乎是一样的。那我们第一个步骤的话呢，我的习惯嘛，先把大腿内部这一块部件呢给翻出来，到这边，
它这个霜冻关节翻出来，那你会发现这边是顺势可以推出来的。推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地方给解开啊。这里解开，它这个锁扣有两处，一个是凸跟凹的结合在内部，另外一处是在这里。这的外面这一片，它其实是一个倒钩的，这样子看得见，它这个倒钩的。那只要稍微左右扭一下，把它的这个让它脱离，哎，这样脱离就可以了。那你会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凸在这边，凹在这边，这两侧一起把它给解开。解开之后的话，这个部件呢，待会就可以往上面推上去。你看到没有？这个就会变成车头啊，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个翻折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呢，我们还要再进行一个地方锁扣，再解开一层好了。我记得这里有一个锁扣，在这里，把它给解开。解开之后呢，再把它给往外翻出去，一样双动关节往外翻。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再收拾这块部件，翻下来。然后这个部件的话是要转进去，它是有一个方向转进去。先把这里解开好了，这里在鞋子的脚的侧边这里有块部件，松开，这里打开，这里有一个扣得很紧，平常扣太紧了是吧？再需要拿个变形神器了啊，这个地方。然后各位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后照镜掉下来了啊？基本上还蛮容易掉了。这个部件解开来，然后呢要翻折180度，那转的话呢，就转一下。到这边，然后后照镜也记得翻转180度。好，我们先等于是把脚的内部呢，整个躲藏到脚内部的东西呢，通通都翻出去，然后再从这个角度再看一次，你会发现车子的一个侧边已经快出来。那我们收拾这一片跟后面这一片，这个部件呢，只要往内藏进去，翻错了啊，这里。我看一下，藏进去，好，到这边，然后呢，另外一侧，这边的话是这个样子，它本来是这个角度，它的话是翻折下来，这里有个部件，这里这一块，哎，翻下来到这边，组合，这会变成车子的一个尾部。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最不好处理的就是这一块部件，如何把它转到靠中间这个位置？这个的话呢，我的做法吧是乱转一通啊，总有一天能够转过去啊，我只能这么说。因为这个转动的方法我到现在还摸得不是很清楚，有时候呢顺利的话呢一次呢就蒙混过去了，如果没有蒙混好的话呢就是多试几次，那甚至的话呢可以强行的用一些塑胶的韧性把它给掰过来，转过去到这边，好，到这里，然后呢把它往上面转，有一个往上转的一个关节，这关节比较紧啊。那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提过说，它的这个两侧这个爪子，这一侧的爪子是必须伸出来，这一侧爪子却必须要凹进去。我也不晓得啊，这个可以放进去吗？好像放不进去，好像跟它脚的一个造型是有关系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形象。那最后就把这整个部件整个完全打直，打直之后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了，我们在人的手臂的部分，我们不是腾出了两个凸，这两个凸吗？左右边各一个，就是要扣到这个有个洞这里。那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严丝合缝的一个大密合了。当然在那之前的话呢，这些不小心被我们推到的部件呢啊，请各位呢再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个部件啊什么的都把它给推到车子的内部去啊，这边推进来，那就慢慢，最后就是一些严丝合缝的组合。我个人的习惯吧，我会建议啊，车头这个地方第一要务先把它给扣起来，然后呢，这个引擎盖侧边这里啊，你看这个后照镜又掉了啊，这个后照镜碰掉是很难去避免。把它给压进去，啊，先从车头变起，个人的偏好是这样。好，捏住啊，整个车头把它给捏住。再来的话呢，车子的中心部位的话呢，我的建议是先扣这个地方，它有个凸，我建议是先把这里扣起来，
这里呢，如果能够把它扣上的话呢，后面的严丝合缝就会更加的简单。这个也要放进去。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多练习了啊，没有什么，先把这边合好好了，这边放进来，到这里，然后呢，这个地方扣进去，它这里上面呢、这里不是有个，这里面有个凸，它上面这里有个洞，是这样的，可以把它给扣进来的。那对应边的话呢，是一样的一个变法。那最后就是这一块部件，它跟本体没有任何的卡扣，所以我说它是最后才盖下来。那一旦干涉的东西呢，通通把它给推开。那就各位的话呢，就是应该也就大概对这一款这个三变漂移的变形呢，应该是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了解了啊。不知道各位对它的变形流程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呢？我个人觉得吧，比较不容易发现的就是它车尾巴这个地方这块部件拿出来缩进去，可能比较容易去忽略到。然后手臂的结合点一处、两处，还有中心那一处，以及这两个部件的结合点，要特别去留意。然后比较让人家摸不着的就是这两个脚掌翻折到这个位置，那么多试几下还是能够翻得出来的了啊。那其他最后就是整个严丝合缝的密合呢，是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是呢，由于它的里面的零件真的是太多，然后松紧程度呢并没有说非常的统一，所以在掰的时候呢可能手感会稍微弱一点，甚至它有一些倒角的处理我个人觉得没有很好，特别是尾部还有前面有一些比较尖锐的部分，其实变一次呢我的手呢感觉疼痛感还是有的。不过呢这个完成之后的成就感还是比较大，玩具有很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合金，反正呢它推起来的话呢是还可以的，还是有点卡，但是这个轮胎的话因为有打铆钉啊，推起来的话呢还是比较舒服一点点。那很沉很重，玩具的大小呢就是 Deluxe 等级，可以说大上一级，这几乎是现在可能 L 级的玩具呢可能也就顶多这么大而已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节，里头碟刹部分有一个涂装，那车子的侧边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暴露涂出来的东西啊。然后它的一个顶部，这个是推进的引擎吧，是在后面，超跑好像都是在后面吧，反正我一辈子没有机会开刀，不会修也没有关系。车门的话呢也无法打开，那打开就整个散架了啊。那么它的上方这一块部件跟这两块分件，它其实是两块分件啊，因为我拿到的时候呢，变形的时候有一次它被人掉下来无所谓，粘回去就可以了。那说到粘回去啊，这个后照镜看你要不要粘死，但是我觉得粘死可能有点危险，因为它确实太容易去碰掉了，那容易碰掉表示它容易去撞击到，那你干脆让它掉好，不要让它断好了。然后人头在正中心塞得非常非常的饱满，非常非常的饱满。车形态的话呢，后方几乎裂缝几乎集中在后方，那如果你这个角度来拍的话其实呢卖相还是非常非常 OK 的。那么作为一款是高美型度的人形又能变成车，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各位示范一下如何变形成一台目前大家争议比较大的直升机形态。那最后的直升机形态呢，由于跟人形比较接近，所以我从人形做一个开始好了。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也是有点人体做瑜伽的感觉了啊。那我们先把这个头顶这个部分收进去，上面两个顶盖放成这样。那因为呢我们是没有任何说明书的啊，所以呢也只能够凭那个一个我从网络上去比对一些照片来给各位做一个讲解。首先的话呢，这只胳膊的话呢，这块部件很紧啊，要把它给挑出来，这里看挑出来，挑出来的目的呢是为了方便我们呢把这一块刚才呢有参与到车子变形的这个部件呢把它给挑出来。挑出来之后要做什么呢？这里不是一个双动关节吗？这双动关节我们要把它转出来，转到外侧，这个部件呢再盖回去啊，暂时到这里。然后呢我们这个手啊它本来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时候呢把它反转先反转，建议是这个时候先把它给做一个反转，可能的话待会比较好做操作，因为这个时候空间比较大这里的关节都非常非常的紧了。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把这个手部啊往前面搓下来，然后呢再一次的把这个部件打开，悬臂这个部件再次的把它给旋转开来，然后呢这里有一块部件这边翻出来，这里的话呢用力过猛了啊，这块部件喷溅了，扣回去，这边翻出来，应该是啊错了，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它会形成直升机的侧翼，这片先出来好了，这片再出来到这里，这里的话呢要把它组合出一个玻璃的一个形状。然后呢我们怎么做呢？是这个部件啊翻折过来到这边，尽量的折过来，你会发现呢这里有一个凸干到的一个结合，这里有两个洞，上下上下两个洞，就是要扣这边上下上下两个洞，上下这里不是上跟下两个吗？它对应边就是这里，这里的话呢记得把它给扣上去，按下去啊，好，到这边，那么这只胳膊的话呢就把它往上提起来，那我们要等一下呢，这边我们待会的目的呢是要把它两手要做一个合并，那在合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手臂啊胳膊是要转进来到这里，转进来到这边到这里，那头的话呢就尽量要在中间就可以了，好，到这边，那各位应该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地方，另外一侧就是要来跟它这里做一个结合，那这里这一手的变形比较简单，这一手变形比较简单，我们一样的先把这个部件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可以松开的位置的呢，这来松开，然后呢一样反转一个特殊的角度，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部件翻出来翻到这里，然后这个部件再翻出来，形成一个组合的这个挡风玻璃，然后这个部件就直接的往上面过来就可以了，那再来怎么做呢？这里相对应的这个 形象就这样过来到这边，好，然后我们就两侧进行一个组合，这个组合的话呢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啊，因为它的这个形状是斜的角度比较刁钻，前方的话呢尽可能的呢透过结合手臂中间捏紧之后呢，里面的金色部件的话呢应该也不会相差太多，那这两个原本的脖子后面的甲胄推到这里就行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屁股这个地方往下挑下来，然后呢腿先打开一些，把这整个部件往下这里有一个位点啊，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搓开的话呢它会整个会解锁整个下半身，在这里把它这样子推开来，好，再来的话呢先把这个腰部旋转180度，这个钩子应该是要勾紧了啊，勾紧是比较好一点，但是现在的话呢已经有点打开的感觉，要再扣回去有点难，好，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先把这个尾巴这个地方翻出来扣回去，你就发现了啊，如果你电影第四集有看的话，它是有个镜头啊，是有这个后面这个尾巴呢朝镜头的一个画面，这个地方把它给缩短推进去，再来怎么做呢？接下来的话呢准备把腿呢给往前放，往前放之前我们要做两个准备工作，首先的话呢是把这个好像蚊子对不对在那边飞呀、啊、对吧，好，这个部件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往下推，现在往下推就可以了到这边，那另外一处的话呢两侧是有两个凸的，它就有一点学问了啊，是这样子，这样才对，对，总而言之呢它的这个凸啊要自己扣在自己的这个脚旁边一点点，那另外一侧的话呢就要跟对应边这里来做一个结合，那就是这样子两腿从这边，那么
这个地方把它捏紧之后的话呢，我的做法呢，我会先把武器给准备好。那武器准备好的话，我会先拿这两把武器，我们有提过它是不一样的。你看这边是有一个咬合的，这边则是没有。那我需要的是这一把，这一把的话呢，我们把它给拆开。那这个因为卡扣比较紧啊，我使用了一下这个变形神器，我们把它给打开来啊。好，那我要做什么呢？这里小心的把它给打开。这个玩具的一个缺点呢，刚刚有提过了，它的倒角比较锐利，这变到我的手都已经痛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两个部件装到直升机的下方去。装在哪呢？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这边的话，这边不是有个凸在这边，它就是要扣这里。那你可以先把它给打开。那这个孔洞的话呢，其实它的空间很大，你要扣在靠前面靠后面随便都可以，没有问题。然后的话呢，我们的一个组合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地方，把它往后面推到这边。那它是斜，你看到它是斜一个角度过来的，那我们就把它给这个地方组合进去。好，那么这一侧就算扣好了。那这个脚会爆开，这个时候呢暂时就先不要管它了，因为等一下我们这个组合部件都扣上去之后啊，它的一个爆开的情况呢就会有所改善。到这边，好，那这里一样先把它给扣进去，意思意思一下，还是要先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再辅以这个东西扣上去。哎，你看这两个部件这样把它扣上去之后，这个脚的话呢基本上就不会爆开了啊、哦。所以的话呢，我的建议吧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把它给安置上去。然后呢理论上呢看起来的话，它这里是有两个凸啊，这两个凸应该是要扣进胸口这两个洞，但是我感觉好像扣的不是很到啊，反正我是直接就 pass 掉，我就不扣了。那我扣的话呢是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凸去扣到手部内部，这里有个洞，这里各有两个洞啊，各位这样看应该就一目了然。那就是调节一下后方这个机身的后面，这样子把它给按进去。那我感觉吧这个扣进去的话还是要一点运气，有时候呢不是一次就能够扣得很稳，还是要稍微做一点调整啊。毕竟它这个玩具零件实在是太多，关节实在是太多，如果有一处没有弄好的话呢，可能它就达不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密合。好，稍微的再去做个调整。那么这个时候最后了啊，就把它的这个武器，它这里是两侧咬合的，就把它错位错开，然后翻折开来之后，把剩下的这个部件把它给组合上去。我们漫长的一个分享过程终于要完成了啊，把它给这个扣上去。好，那么呢它还有一个导弹的部分，导弹的话呢应该是安插在侧面这里，它有一个部件翻出来之后，你只要翻到侧边来就可以了，翻到侧边它应该是这里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凸，我们把它给扣上。那扣的时候呢是导弹是斜这个方向，好，另外一侧不小心蹦开了是吧，没事，我们就再把它给扣回去。好， OK， 这个跑东掉西掉的，不晓得各位看到这边你有什么感想，觉得说哇这变形看着都累啊，变形的复杂啊什么的啊，这个其实这个那表示你不适合玩变形金刚，我只能这么说了啊。你如果说连花个十几二十分甚至三四十分钟啊，可以帮你多判断一下是不是要买一个台币超过3000多块钱的玩具，你连这么一点时间都不愿意去多看几眼研究一下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太可惜了一点啊。最后的话呢，
看一下这个直升机的状态好了啊，其实它是就是一个真的是要自己凭想象力去把它给拼凑出来的一个形象。这个地方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办法扣起来，我试了很多次，应该就是这样，应该是极限了。然后它的炮弹装在两侧，在电影里头，其实第四集里头它有变形成直升机的画面，反而没有变成车子，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交代。如果不是说我们自己去看情报的话，你也不会知道那台布加迪到底是谁变成的啊。可能线索还是有了，但是我觉得绝对没有说就在画面里头直接变身。那在荒野里头的变形成直升机，虽然昙花一现，之后再进入这个大厦里头也是有变形，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尾巴的部分应该没有到这么短。那可能有人会说啊，这个直升机已经四不像了，我还去记得它的一个尾巴的长度比例，对不对呢？其实它没有说完全不像哎，我自己觉得它在电影里头出现的形象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误差是有一些误差，但是没有到非常的严重啊，没有到非常的严重。那以这一款的话呢，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扣呢没有办法扣得很紧，然后内部这个地方我目前也没有办法把它扣到定位，可能我的什么地方操作没有到位，不过也无所谓了啊，这个各位看一下这个形象你就知道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模具的状态。那整个玩具的话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吧还是有一些部件比较锐利玩起来手啊容易去疼痛。那变形的话呢，其实逻辑上都还蛮容易去理解的。直升机的形态很多人诟病，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直升机的状态也没有说很差了，真的也没有很差，我个人甚至觉得还有点喜欢了，可能比一个车形态我更加喜欢。如果说一样要摆在桌面上以载具做装饰的话，我可能还会考虑用这个直升机的形态来做一个摆放啊，真的没有各位所说的，还有人说是什么恐龙的头骨，我觉得也没错，你跟他说鱼骨头也行啊。那 anyway 这一款玩具的话呢，以人形呢是拿最高分的纤细的腰身呢，然后巨大的武器，头吊也很帅，人形绝对是它最优秀的一个部分，车型大家一般人也都能够接受，直升机的话呢，端看个人的喜好了。那我自己是一点都不讨厌它的直升机型的，还甚至我觉得就是一款真正意义上可以达到三变的玩具，三种形态的分数，在我来打，它只有相对的高低，没有一项是垃圾，真的没有，包括直升机的形态非常的 OK。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希望这期的节目呢，那能够帮助到各位了解它的一个变形的结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